兄弟们，以后大家挖地基要谨慎了。我们家的地基整了有3、4天了吧，一直在这里面整来整去。但是今天放了放线之后，发现这个左边还是有点窄，因为如果按照图纸的要求是中间需要有1米，那么两边各是50公分，现在这不行。如果说现在再找这个挖机来挖的话，这里面挖机又进不去，所以呢，现在只有人工来挖，包括这前面这个地方也需要挖，这里都需要，这个道的话需要挖80公分，80公分就中线80公分，那么两边是40公分，所以这全部都不够，现在都只能全部人。地方处理的基本来说可以了。本来说找人去搞，但是看了看活不多，所以我和我爸两个又商量，我们自己来搞。今天又搞了这么多，明天再把剩余的再搞一下。